以就是拉一字，很好看，它可以拉成一字，或者是你可以就是这样子。要拉上就圆领，正常穿给我们看一下。我们虽然很爱看一字领，但是自己很少穿，对对对对，最后还是会弄成圆领。然后它的厚度不会太厚，能看到吗？然后它这个它是做那种分开式两件式的上衣跟裙子，然后它裙子它的裙子的弹性，孕妇居然能穿，对，可以穿，可以穿，太傻眼，它本身是微弹，对啊，所以我本来以为这孕妇不能穿了，对，但是很硬的啦，嗯，就让妈妈先去看一下，对，会有点点，因为我现在肚子比较大，但我觉得如果是初期怀孕的女生，其实你们是可以穿，嗯，大概可以穿到可能七六个月，就是大家都大概可以穿六七个月，初期六七个月最多，八个多月就会觉得比较紧，对，就这边跟大家分享，对，她的已经八个多月觉得比较紧，那有口袋，那妈妈因为她161，因为她穿比较高，你会发现她勒在肚子上比较高，对，所以呢，就是穿起来裙子就比较短嘛，好，那我请妈妈转一圈给大家看了哈，好，转一圈给你们看，好，就这样子啦，有没有问题？有一点，有一点比较贴臀了哈，它是小 A 版，所以它不是那种大伞版，所以有点小贴臀。有什么颜色？这款有三个色 ，Remy 穿的是咖色，然后刚刚妈妈穿的是米白色，还有一个黑色，一个黑色。黑色，这初期产后穿也都很好看。如果你喜欢这套，就是 S 号穿起来好看 ，M 号穿起来好看。L 号虽然可以穿，但我觉得太紧了，不要买。好 ，L 号的人不要买。你喜欢这套的人就是 S 号，你反正穿 S 号可以买，穿 M 号也可以买，这样懂了吗？好不好？